今仔咱要读的经课是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翻回圣经197遍，翻回圣经268遍。十三章第一节。我世事为讲人甲天师因故，若无真爱，我真正做响个东西，但个拉管。我世事做神的灵德当中个奥妙，甲当中个才办，佮世事有鸟伊个心，到遐来移山，若无真爱，我就袂算做是甚物。我所世事尽所为个来真济，佮献我个身躯互火烧。若无仁爱，就我无得着伊个。仁爱是够宽容、慈悲，仁爱是无怨妒，仁爱无夸口、无轻放、无行见笑个事，无求家己个利益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人个歹，无欢喜不已，是甲真理三甲欢喜。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。是吞论第八章，仁爱永远袂无去。若是先立志要悔过，遐个欠因故要煞，再慢要悔过。因为咱所在个无完全，做生理也无完全，完全若到，无完全个就悔过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已经成人，就悔悟囡仔的事，因为咱当对镜一看，无母无平。若是到彼时，就等候对面。我当所在无完全，到彼时就知，亲像我予主宰一样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盼望、真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个是真爱，这是上帝。今仔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听的坚固，来感谢大家的主，感谢你将你的听心事伫我的中间，求你切切的信心进入伫我的心，予我这个时心就能一同伫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教示甲你的祝福，安尼恳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若要用一支来包括所有教会的教士，我相信咱的经听这一支，听是咱的教会所选用所有的道理的一个中心点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咱今仔日所读这章的圣经，阁是伫咧讲听的经文中间，讲了上清楚。讲了上详细，阿嘛讲了上解释，啊，所以若讲着听，真侪人会讲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。啊，即章我想有写做真侪个歌，内面有一条是咱顶一代所常常咧唱的《爱甲真理》。今仔一个少年，大概是咧唱一条，我毋知伊咧唱啥物。不过咱顶一代是咧唱一条《爱甲真理》。啊，所以即个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。这是圣经内面相当出名的一个经章。这个听的概念，伊伫圣经的内面是一个伦理的教导。圣经内面有真侪伦理的教导，伦理的教导伊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是要讲来予人遵守，啊，毋是要做标语来用。啊，当然其实嘛，包括所有的标语啦。包括迄个正义的标语在内，其实伊去写好饼，啊，去打好饼，其实嘛是为着要予人遵守啦。啊，只是讲遐标语，啊，都差不多真少人咧遵守。啊，所以咱来讲，啊，迄标语打伫饼，打伫内面，特别个无错。啊，其实教会内底的大部分的遮个教士，伊是一个独立教会，是要讲来予人听的，要讲来予人。所以我们有时候，我有圣经的教示，不要说哈尼这样，我拢答应。其实圣经
所以拢是行教，论理教育，即一种个圣经，伊也无一个性。咱拄则有讲，即种个圣经有写做真济个诗歌，比如讲爱的真理，啊，真济人爱用一条歌，伫结婚个结婚典礼中间来唱。啊，其实即种个圣经本来毋是咧讲迄种物件，伊若用伫结婚典礼，特别讲毋是介合。虽然我当时结婚的时阵也是结真了，其实不是介合，因为结婚是两个人三天，啊，所以结婚内底咧讲的疼是疼你心爱的人，伫疼你心爱的人，伫疼你的爱人啊，啊是咧讲是你咧疼爸爸妈妈，伫疼你的囡仔，咱不论是咧讲的疼是这种，要不过咱若是研究过了，多济阵在做三天，其实伊毋是咧讲这种。伊咧讲，搁较进一步个，因为咱已经有用两礼拜讲二十二章，咱知影讲古林多教会伊冤家个代志产生。古林多教会就是因为伊个信徒差真济，内底有犹太人，啊有毋是犹太人，啊有做头家，啊有做迄个啊粗工啊即种个地方。啊，搁有迄个对世界甲所在压力无共款个文化，所以差真济。啊，伫即个真大个无共款个中间，会有三性派系。啊，伫派系中间，啊有环境，啊搁有个人伊会偏方讲哦，我即安尼，我会晓即项物件较好。啊，你较含慢，我会晓讲方言，你会晓讲方言，我较好，你较含慢。啊，会伫遐咧比，会伫遐咧比。啊，所以即个教会是。是一个群体的中间，啊有派系，啊这个派系中间应该是要会到讲安尼互相对应啊，大概也阁唔免压住我先派，不过最起码是甲我无共款的，你这甲我无共款的，你这甲我无共款的啦，啊你这波罗派，你这彼得派，你这是阿波罗派，你甲我无共款。古人讲这出第十三章在讲的，是咧真疼这种的人，疼这种甲你。无感觉的人，听这种讲，咱若是暑假做礼拜，啊到十二点半煞了后，你去食饭吼，这个绝对袂够，做会去食，因为我要食午餐吼，伊都食午餐，是迄种的，甲我无感觉的，甲咱伫结婚典礼所看到迄种，啊两个啊青年男女啊，伫遐感觉伊要建立伊的家庭，迄种听你所听的人是无感觉的，所以其实有人做这说第十三章，是咧讲这一种。进一步的，所以伫保罗的书信内底，当伊咧解释这种听的时阵，伊是用起处做一个譬喻来咧讲。所以三听是啥物意思？三听就是亲像咧起一间厝，啊起一间厝的中间，伊起一间厝，伊就需要无同款的物件，伊需要条啊，伊需要窗啊，伊需要厝顶。啊，所以有可能需要一块茶，有可能需要砖啊，有可能需要阿弥陀。啊，那布啊，那这个窗啊，伊需要布。啊，所以当我的身躯边是一块砖啊的时阵，伊讲伊需要一支茶。啊，我那我不是一支茶的时阵，我讲好，别讲我一支茶给你用。我这支茶，我来来跟你这块砖啊做伙，啊，咱做伙来起一个厝起来安尼生。保罗咧解说听是。安尼来理解，啊，所以是用基础来做一个基础，啊，基础当然会大家拢无共款，啊，不过大家拢互相需要啦。你袂使讲啊，你厝，你这吼，啊，你这条吼，啊，你这茶吼，啊，火烧，烧会起嘛？我这砖啊吼，这早已经烧过，所以我这吼无问题。啊，若安尼生一阵，就会亲像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所咧讲，讲人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。保罗就是讲，若告别冤家啦，啊，大家都无共款。我说你若冤家时阵吼，是大家拢受苦，砖啊受苦啦，啊茶受苦，因为因我讲起一件事起来，地主到因我讲炸风，我讲炸风，所以其实砖啊甲茶最后拢总受苦，因为因自己无起来。啊，所以保罗就是讲，就爱一体受阳光，百体当坏。啊，所以保罗是用这种基础做例来讲起，讲三听就是安尼，三听就是
互相啥需要。我做一支条仔，我需要饼；我做一道饼，我需要糖仔；我做糖仔，我需要。